啊。平时会敷美白面膜吗？少。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？频率一个月也别这么说。只是美白这个功效，你可能还敷保湿之类的。对，美白这个功效大概一个月敷这么两三次吧。平时洁面啊或者这些男生会比较注重吧，因为要卸妆嘛。对，要卸妆。那你平时睡前的一个护肤步骤是什么样的呢？睡前睡觉前就卸妆之后会擦一些怎么样的？睡前的护肤步骤我想应该是看看手机什么的吧。我想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样的。哈哈，像你一样呆萌吗？对我好。好的，然后想问一下，平时保持身材，你是喜欢控制饮食还是运动健身？都应该，其实减肥都应该注重，但是都挺困难的，对，挺费劲的。你自己是个吃货吗？哎，当然了。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香菜。最喜欢吃香菜。对，湖南菜。那你对男生化妆这件事情怎么看？哎，很看好，很看好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嘛。